腾讯综艺的升级烧鹅吗？没这腾讯烧鹅，没有这腾讯烧鹅。三二一，腾讯综艺升级烧鹅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二万 SC Rise Round One。我觉得我们非常期待这一次的首秀，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与粉丝去合作一首歌，虽然难度有点大，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彩排嘛，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默契不需要彩排，一定会非常的完美。对，因为听说会有惊喜，听说会有惊喜给到。对，我觉得他们不让我们彩排的某一种原因，应该也是不想让我们听到他们在彩排，然后导演唱错了，然后歌迷们一起。我唱错了，成功了的哟！对，我俩就长高了。我觉得我越来越帅了。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就觉得你越来越帅。没，是因为你越来越成熟了。对，我越来越成熟。对，越来越成熟。从鹅变成商人了。我觉得我长高了吗？你们觉得吗？哎，好像是有点高了，高了，真的高了。头发长长了，又多了几块表。是，我觉得我长胖了，胖了没？我觉得我们都胖了。对，就是还是有点胖了一点。但是说，我觉得你头小了，因为胖了一点，就显得没那么明显。是身体胖了，不是头胖了。我觉得我也胖了。你每天晚上点多少东西？不是，前两天我发那个 vlog 嘛，然后我头发变短了，然后粉丝就说我开了什么胖脸滤镜，但我根本没拍啊，但我觉得我胖一点挺好的。野哥呢？可能变年轻了吧，也被他们传染了。年轻？传染？像是我们阳光是个疾病一样。是野哥比帅了吧？哎呀，你的值多还是他的值多？那我觉得他是在追赶我，所以他就是。哎呀。我有一个发现了，他鱼尾纹多了一根。漂亮！他每天晚上睡在他抱床上看鱼尾纹。这个是真的，头发得说一说了吧？没有没有，头发变多了吗？不知道为什么变黑了。吃了朱晨然给的那个黑芝麻片。又是我给的吗？黑芝麻片是长头发的。我觉得我话变多了。就也是被他们感染的，不是被传染的。这一位想必直接身价猛翻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头发变黑了嘛。对，天气也变好了，长甜了。不是也赵让是真的高了，又高了。我真的他真的发现他高了。是我觉得吧，我现在有点。有点。逆生长的感觉哈，因为越来越年轻了，感觉是。啥呀？你叫啥？越来越年轻。你叫啥？野哥得不得揍你？什么词语呢？比方说呢？老师您怎么形容他呢？弱了吧？首先，你别用眼神看我，我紧张。你别这样看我，这是比较古灵精怪吧？不要把你的怨恨发在我身上。周震南可以用就是形容词。那你还要用动词吗？你要有个词啊，鸡飞狗跳是吧？好玩，有趣。他是一个，他是个神经烧鹅。我怎么感受到了一些暖意？哎，我那个怎么说呀？神经烧鹅，就是他是一个很豪放的一个人。是啊。我想一下，嘉哥，那还是动词吧，好动。好动是个形容词。帅帅气气。赵让的话，因为他手长脚长的嘛，其实一说到赵让，我就想到高人。高人，他就是个高人，小高人。人好，我也想好了，是炒股曼斯男。漫他喜欢撕那个漫画书。姚琛呢？我想刚才想了一个，是一个成语叫“精益求精”。谢任总，撕背上。我给光光呢？啥？你干嘛呢？金嗓子，金嗓子，对，金嗓子喉宝是吗？吼，就是随便讲些什么话。哎呀，哎对，哎呀。我什么东西忘记了、啊、对对大概是这个吗、有时候会有冷了见野哥吧听好了野哥跟你了返老还童周让也说我返老还童了
他磊哥有才华，每天我去他房间他都在唱 freestyle， 就是唱 rap。 百鸟争鸣，百鸟朝凤。啥呀？详情请见 Rise 飞行日记第三期。那谁又选的这个？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没选？谁没选？我。小朋友都喜欢，不一样嘛，个性嘛，对吧？我是我与众不同。哦。那得背你。什么惊喜？我们这是清一色。我严重怀疑你在 diss 我们，但我找不到证据。这个叫团魂。Round two。三二一 ，Rise 帅帅唧唧吗？那得是这个吧。好，三二一，这牌你是他牌，你是啥玩意儿？就是我们把曝光了，曝光了，我再灯下，表情，表情狰狞，表情狰狞。End 鞠躬，来三二一。Rise 鞠躬，三二一。你看吧，我说打到你两头了吧。Round three。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说加哥，知道原因。他天天玩那个滑板，在家里乒铃乓啷的。我住一楼，我的天哪！人玩滑板摔自己，他玩滑板摔滑板。我们都是团练呐，我们绝对不会落下一个人。有一个要排到明天早上，我们排上排到明天早上。有一个不想排了，我们都不排了，把他留下来，让他继续排。我收拾了，我知道，我收拾了，就是不乱的那个。有乱有不乱，相信强迫症的我。周震南，每天早上我都起来了，我都做好吃饭了，周震南唱个曲艺。你可别说话了吧？是你不是你？是我的 style。他主要有起床气，真的，起来自己气自己。没有这种人了啦，可能会有的。我们这么和谐，怎么会欺负人呢？是不是？我先声明啊，何洛洛真不是团气，因为何洛洛经常欺负我。就你就是来就问你连问三千个问题。没有团气。为什么？何洛洛的终极大招一千连问。是爸爸的爸还是霸气的爸？我们非常和谐，对，都挺霸气的，对，对我们是十一怒汉嘛。我觉得磊哥是真的很，我觉得像是光吗？磊哥是真的很，没有，我只是能吃。不，他是少吃多餐，他是真的恐怖。野哥第一次点那个串那么大一串，是点这个，我是要么不吃，要么吃很多。我要么中饭，晚饭有。你看吧，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一个答案的。阿姨，阿姨，阿姨，这是唯一的答案。阿姨。最实用的不如一声啪把灯那个关掉。三二一，啪！啥玩意儿？烧鹅？周震南是不忍心烧，就是很深的井。好，三二一。腾讯综艺是吗 ？OK， 三二一。腾讯，哈哈哈哈哈！导演，导演，导演，专业的，腾讯综艺的深井烧鹅，腾讯综艺的深井烧鹅，忍住，来，三二一，腾讯综艺的深井烧鹅，没有，腾讯烧鹅，而且没有那个，OK， 腾讯综艺深井烧鹅的观众朋友们，三二一，腾讯综艺深井烧鹅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二万 SC Rise。